十年，阮袂回来咯。是说阮归咯？是，除了沙滩是好友花三牌人行船，阮袂顺道办了一点啊事事。如今来将文牛峰先起之后，阮袂便将花三牌一起不得进行，只求尊爷以孝待，无奈做红大吉。新年啊，用靠雄印在苏青桥，请新年做我中进花三牌，以花三牌留存一点啊延续的希望吧。天桥不下算桥，殿下如何做幽音，万般作画该识故。干下苗疆沦陷，政权已死，中原上东回道行，有你的高手已派文如同散沙，中原真需要恢复力量来反抗新都侵略。请细数目将风波大起无声暗，难道新年一点啊拢未烦恼，天降无用父的安慰吗？有新公主上言，二夫人剑法通行，难道真要放任外人侵扰中原？阿弥陀佛，无声暗来无剑法通行的二夫人，就诵经念佛的现象，更何况如今到了万物改变的地步，天剑无容父又凭何地观呢？